十字。嗨，小伙伴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汉字卡片，看。站，知岸站。立，乐意立。站，立。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汉字，站，知岸站，知岸站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站这个字就像是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站岗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站，通常有立的意思。站立，我家的小狗学会站立了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汉字吧。立，乐意立，乐意立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这一次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立这个字就像是一个人站在地上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立，通常有站的意思。站立，我家的小狗学会站立了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小伙伴，今天学习的两个汉字，你都认识了吗？跟我来，变！哇，一起大声读，让我听到哟。站，立。再来一遍。站，立。哇，汉字真的很神奇呀，小伙伴。志向还有好多好多更有趣的玩法，快去看看哟。志向阶梯想象十字卡。志向极速识字 APP。爱我，你就扫扫我。让我陪你一起长大吧。